第二阶段的汤深东海岸线即将在下个星期六正式通车。在陆路交通管理局艺术之旅计划下，多名本地艺术家受邀发挥创意，为六个接近大自然的地铁站增添了美感，让乘客体验非一般的视觉飨宴。来看记者李怡桦的报道。古怪却不失童真，色彩绚丽缤纷的这幅艺术作品由本地艺术家谢燕芳为光明山地铁站打造。从远处望去，不难发现这就是碧山红帽桥公园的地图形状。我就是尝试了20多次去了公园，然后又回来，然后又创作。我很喜欢把那些绘画呢，把它都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它就有不同的层次。来到春夜地铁站，迎接乘客的是出自本地插画家徐峰定之手的巨型画作。他把附近自然公园的最高榕树融入作品中，并采用魔幻写实手法为作品增添神秘色彩。魔幻的表现手法是在这边等车的乘客有一段可以远离现实的一个时间。其他地铁站也各有特色。汤深路上段地铁站的各角落藏着88只长尾猕猴等动物，等待乘客寻找。受这一带观赏鸟的启发，北华站四周有22只鸣鸟伴随乘客通勤。伦多站的艺术作品则以形状各异的音符和书法邀请乘客解读这个另类乐谱。毗邻新加坡视障人士协会的转换站嘉利谷站，以盲文为视觉概念，用大小不一的圆点形成数百个笑脸迎接乘客，也使得地铁站的设计更具包容性。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怡桦报道。